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吃一间不用钱的榨菜饭。天底下真的有白吃的午餐？这些榨菜饭你去那边吃啊，你真的可以不用花一毛钱就可以吃到一个午餐，而且是无限量的 buffet 榨菜饭，你可以无限的拿。你要拿多少量都可以，一毛钱都不用花。到底是讲一毛钱都不用花呢？你们就要继续看下去了，因为这个是我最近在 Facebook 发现的一个榨菜饭，它竟然可以不用花一毛钱就可以吃到一个无限量拿的分量的榨菜饭，太强了！这个榨菜饭，我觉得它会倒闭啊！它这样做这个 offer， 到底是有什么条件呢，才可以吃到这个免费的午餐呢？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，现在就出发带你们去看一看这间不用钱的榨菜饭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到了，就是在这间每日一饭就可以吃到免费的一餐了。走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。Hello。啊，我想问怎样可以免费得到一餐呢？就算你拿100块的充值。啊。拿100块。充这张卡，我们就送你120，卡在里面有120块。啊，我再送你免费一单。再免费的一单。OK， 我要这个。好，可以。我要充值100块喽。哎，300送125。更爽啊！拿这个更好啦，因为我一开始讲这个怕伤，怕给你太过厚利了吧？你想到吗？500呀。这个送啊，肯定是有划的。500送200。对啊，要来充一个300送500。啊，我觉得先试100了。100啊，一百，因为我一开始我一定要介绍100先，我怕你们吓到啊，这个太多了，怕吃不完。第一个太大，怕你们吓到，但是送钱是很够力的。我觉得要吃很久啊，100块钱吃。这个就是要吃久，你就要快点用完呗，当然是要吃久比较好嘛，慢慢吃啊。我们这里15间连锁店，你怕吗？15间分摊、啊。15间啊，哇！来，你看墙壁。每一间都可以通用哎、欸，每一间都可以共用啊，哪里可能死死用一间？我老板是谁？OK， 我先 testing 一个100块。OK， 这里只要进100块就可以免费得到一餐，而且这100块是还没有花到的，是之后你可以来这边才可以用的。今天真的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吃到一餐了。目前有7间在新山，全新山都有哦。全新山都有，慢慢的开到15间啊，所以每一个门店都可以用。OK， 可以，我们现在就给一下100块。这是你的收据，这个呢是你的卡，然后120块在这里。今天这餐里面呢要吃什么自己拿，前提不能浪费食物，一定要把它吃完。OK， 没问题。OK， 来，现在我们来拿菜，你们看有几多菜，几多样的选择嘞。OK， 一定要淋咖喱些，我觉得。马铃薯拿2块。OK， 来淋咖喱。对，这个我最爱那个一定要。这边价钱都写好好的，你看，3片2块，全部都有价钱啊。OK， 好。全部都有价钱，然后明明白白的。可以。啊，这个豆腐我也拿一点点，反正今天讲哪都可以。鱼我就算了，你们可以来吃鱼这边。哇，这边超多菜，我吃排骨啊，排骨啊我的最爱，拿一片就好。哇，超多菜哦！炸鸡1片10块，不过太大只了，我怕吃不完。还有什么？这个菜，包菜我最爱。还有豆芽哪一点？还有这个是炸猪肉。炸猪肉，这个是这应该是芝麻鸡的，这是什么？鱼啊？这个鱼啊 ，OK， 这个是鱼来的。哇，还有很多菜，还有陆陆续续的在出啊。OK， 好，五楼一定要试一下。不要拿太多 ，OK， 这样 ，OK， 这个是免费的一餐，如果要花钱的话，需要多少钱呢？是一
11块半。 OK， 今天我拿了11块半，还有那个免费的汤跟中国茶，还有白开水，自己拿的。 OK， 好，谢谢。没有骗你们啊，我完全没有花到钱，因为我钱是在这个会员卡里面。我今天是用了100块办了这个会员卡，哦，它里面还有120块的，它送你多20块来吃的，所以我不止没有花到钱，我还赚了20块，超划算的是吗？而且进500送200，肯定会倒闭有没有？超夸张没有？哇，我觉得这里的promotion真的是做到太强了，还做会员制嘞，我觉得它的概念是蛮好的，之后还会开15间分行。根本是全新山都可以吃到，这边还有免费的汤跟中国茶，我觉得今天就喝中国茶就好。中国茶喝看有没有味道 ？OK， 有淡淡的中国茶的味道。我这样子拿，你蛮便宜一下的，还11块半罢了哎。所以之后来这边吃啊，这样子吃啊，都可以吃一个10次哎。OK， 我们来吃看这个，刚才看错了，我以为是那个芝麻鸡，也是芝麻鱼片来的。这个鱼肉很新鲜，没有腥味。我这个是炸猪肉，也是炸肉来的，应该是南都炸肉好吃。最后推荐你们呐，肉食动物我来说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再来吃它的豆腐。豆腐也是有味道，不会煮啊，太淡。马铃薯，马铃薯煮得刚好，不会太硬了。我最爱的青菜包菜花，不错，鱼哥。还有古老肉，是小孩的最爱。那古老肉很嫩呢，你吃也很香，这个也是推荐你们的，好吃。炸那个，又不炸那个来的，炸豆腐来的，搞错了，这个是炸豆腐来的。这里面的太多了，我慢慢吃。总结啊，这里的榨菜饭它的那个菜色啊，有30多样，而且每天都会换不同的菜色，这里完全不会吃腻。我觉得如果你是大胃王，非常推荐你进100块，我拿到满满，前提是不可以浪费食物，一定要吃完，因为浪费食物我觉得应该要罚款。 OK， 终于吃饱了，如果你们想要来这边吃啊，我把地址放一秒数往那边。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就按赞订阅分享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